纪律是军队的灵魂，如月团队是最靠近军队这种纪律。故其静如风，其徐如林，侵略如火，难之如阴，不动如山，动如雷震。那么好了。 接下来，由我们一位来自台湾、目前做的最好的领导人来接下一个主题，那就是“奇虚如林”。我们有请邱燕豪。 大家好，啊，我是邱燕豪。听完刚才 Celeste 的分享，好、啊，确实让我感受到满满的危机感。如位领导人的速度确实快到恐怖，稍微放松就会马上被别人超越。说真的，我真的很感恩，我能有这样的机会，在这样的环境里面跟这一些人共事。有句话这样说。 成功是被逼出来的，我非常认同。回想以往我接触过的工作环境，好，绝对没有一个能够跟 r 瑞威这样的环境比较。在 r 瑞威，你会被逼着成功。在这种彼此之间有着非常激烈的良性竞争环境里面，有时好真的由不得你停下脚步。在这里，好，我们自然而然的。 有时甚至会身不由己的去选择不断学习、不断突破、不断的去超越。我在想，有人会来逼着你去成功，还有什么事情会比这样的事更好？所以，好，我真的要感谢刚才石磊石的精彩分享，好，谢谢你。好了，刚才石磊的。 主题是有关速度，而速度是成功一个哦非常重要的关键。好，那么接着下来，好轮到我的部分了。好，我的主题将会分享到另外一个好，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功关键，而这个关键就叫做纪律。讲到纪律，那为什么纪律会跟我们这个行业好会有关系？ 直销这个行业讲究的就是自由，自由的工作时间，好，自由的工作地点，自由的选择想要配合的对象。很多人就因为他自由，好，所以才选择从事这个行业。但是，好，在我看来，就因为他太自由，好，太过没有纪律，所以。 他更需要讲究纪律。我们来看，好，从古至今，好，其中一个来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强大的标准，就是看那个国家的军队有多强大。而军队和其他团队的最大差别就是纪律。美国开国元勋华盛顿总统就曾经说过，纪律。 是军队的灵魂，军纪严明，可使部队以寡击众，以弱胜强，攻无不克，为全军带来尊荣。轻忽纪律，对军队的伤害是非常大。由此可见，哦，军队为什么会这么强大，甚至能代表一个国家的力量？纪律就是最重要的关键之一。 但重点是，我们不是军队，我们不能像军队一样去设置那种很极端、很严格的指令，逼着人去执行。更何况，我们这个行业什么都有，经营的人从二十岁到八十多岁，从不识字的文盲到大学教授，有经商失败破产的，也有原本就很成功的企业家。 有普通的上班族，好也有企业高阶主管，老老少少、男男女女、形形色色、各行各业的人都有。这么多不同年龄、好不同想法、不同性格、不同背景的人来到这个行业，有大部分甚至是因为这个行业的自由而来。要这样的一大群人去遵守纪律，可以想象到底有多难。 但是很奇怪，你注意看瑞人，每个都跟我差不多一样。当你来到瑞的任何一个会议，公司的大型会议也好，最高峰会议也好，一直到任何一个小组会议，你会发现瑞人的穿着、言行、做法、运作模式都差不多一样。最明显的是，瑞瑞团队很整齐，整齐程度甚至。 不会输给军队。我这里指的整齐好、哦、规模，不是几十个人，也不是几百人，我指的是几万人的那种规模。还记得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份在泰国曼谷举行的领袖培训会，那天几万名穿着好、哦、标准黑色西装从世界各国飞来，大家齐聚一堂。 真的如同黑色森林一般整整齐齐，场面十分壮观。会场后面还安排十几个国家翻译人员做同步翻译，好比联合国的大会还要夸张。我相信，当天所有参与的人都非常的振奋，因为光看到这样的场景，好讲师还没有开始分享，就得到了无比的力量。确实。 好，目前世界上除了瑞位，好，应该没有第二间公司办过如此规模的培训会，如同军队一般有纪律的学习。而刚,刚所说的也不过是冰山一角而已。这样的现象不是正式的培训会才能够看到。其实你在任何时候，好，不管在哪个国家，好，有可能在大半夜走在大街上，你会遇到任何一位瑞 y 人。 都是一样，好，远远你就能够认出来，好，一看就是 real 人。重点是为什么？好，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 re way？允许我好借着这机会来分析一下。我们来看什么是纪律。刚才讲到纪律这么重要，那么到底纪律是什么？好，纪律的英文就叫做。 discipline，而 discipline 这个字来自 disciple。好，什么是 disciple？disciple dis 中文的意思就是徒弟、跟从者的意思。所以，什么是纪律？什么叫做一个有纪律的人？一个有纪律的人就是一个能够跟从的人。是的，好，各位瑞伙伴，能够跟从是一个成功。 啊，人事的一个最重要的关键，就是要能够守纪律，要能够去跟从，要跟从需要跟从什么？最低限度，好，需要跟从自己本身所讲出来的话。我告诉自己我要这样做，我真的这样做。好，我告诉自己我不要这样做，我就真的没有那样做。能够做到这样的人。 就是一个守纪律的人。好，既然纪律就是去跟从的意思，r a y 的团队这么整齐，这么有纪律，意思就是说，Riway 人是一群愿意跟从的人。那刚才讲到 Riway 老老少少，男男女女，形形色色，各行各业人都有，都还能够在没有被逼的情况之下，还能。 一次性的去跟从，那么肯定的那个需要跟从事情，好，肯定非常值得他们去跟从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亲眼看着瑞 y 从小小成长到今天的庞然大物，好，我看得最清楚。我看到以前除了结婚的时候穿过西装的人，好加入瑞 y 以后，每天除了洗澡睡觉以外， 无时无刻都是穿着西装笔挺。我看到有些人离开学校以后，哦，书都没有碰过人，在瑞威开始每两个礼拜读一本书。我看到在加入瑞威以前，好、哦、从来没有尝试写字的文盲，好、哦、加入瑞威后能写很好的讲稿文章，甚至能在台上影响几万人。我看到瑞威之前就是一个大企业家的人。 好，一直都是他身边的秘书，好拿笔记做记录。加入瑞后，参加会议坐第一排，并且自己做笔记。如果好要继续说，瑞威有成千上万讲不完的这种例子。这一切一切的发生，这么多人会一次性的去跟从，最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瑞威引以为傲的文化。 我们跟别的直销公司环境不一样，在瑞的环境里面，我们有一份自己的骄傲。我知道，此刻所有瑞高阶领导人听到，都会非常认同我所讲的。我们真心身为瑞威人而感到骄傲。在瑞威，我们受到尊重，哦，是外面不肯找到的。在瑞威，制造给我们的成长机会，也是外面不可能有的。 最重要的是，在瑞位能够赚取的收入是外面根本不能比的。主要还是瑞,瑞的文化，在这个无形的精神文化影响下，我们每一个瑞人都有一份瑞,瑞人的骄傲。好，这也是瑞人不管去到哪个国家，看到瑞人的时候都会感到非常的亲切。也就是为什么整个瑞团队会团结一致的原因。 所以你会发现，我们高级领导人都是如此。好，不管公司给我们什么任务，好再难都好，再莫名其妙都好，所有瑞领导人的第一个反应都会无条件的承担起来，绝对不会有一个人会拒绝或者埋怨，因为我们内心里面都知道，瑞威一直回馈给我们的。 根本就是这些任务的十倍、百倍以上，所以我们都会百分之一百的去执行任何任务，甚至是好莫名其妙的，给你一个最近发生的例子：，二零一九年四月份，好，在日本京都的精英领队之夜，好，也是令我毕生难忘的一个夜晚，在老板的号召下，上千位领导人精心打扮。 牛鬼蛇神、机器人倾巢而出，可说是史上最牛的化妆舞会。好，彰显了日月组织的配合度，其团队的向心力，大家都超出了公司指派的任务预期，自发性的想要对公司活动好有所贡献。而就在那晚宴之前的早上，是日月公司的慈善拍卖会。当天拍卖项目。 只有数个瑞公司的徽章，结果筹到了善款接近新加坡币一千万，一千万呐、啊！这群人绝对不是一般人，而能够捐出这么大庞大呃庞大数字给慈善，这么有诗意的这群伟大的人，到了晚上把自己打扮成妖怪，这种落差令人诧异。瑞月的号召力。 真的太可怕了！这样大的事情能够号召每个人去跟从执行，更别说日常的一次性穿着、日常需要跟从的组织运作的动作。我讲到这里，哦，还是无法表达出瑞瑞团队的纪律、瑞瑞团队的团队呃团结精神。因为还有一个非常重要一点，我必须再重复、再强调出来。 那就是这些月人在做月之前，都是一些什么人？很大部分都不是普普通人物。好，有专业人士，比如说医生、律师、工程师，有像艺术家、科学家、高知识分子，好甚至社会名人、大学教授、大企业的管理人，甚至老板。我说要能号召一般普通人，很简单。 要控制一群兵士很简单，但是如果要号召原本能力就很强、很有想法的人，就好像要控制一群很会打仗的大将军，那就很少见了。而如月这个团队就是非常非常少见的。在我看来，好如月团队是最靠近军队这种纪律、这种向心力的团队。我在市场这么多年，从来没有接触过这样的团队。好。 连靠近的都没有，而瑞瑞是非常公平的，不管你是谁，都没有特别优惠。每个人好、哦、从零开始，就好像幼苗这样，好、哦、慢慢成长茁壮，成为巨树。而成千上万的巨树群聚在一起，就成了一座森林。我们常听那句话：没有完美的个人，只有完美的团队。 在瑞威，我体会了一句话：如果有完美的团队，就可以造就出许多优秀的个人。而瑞威过去十多年来，一一的验证了这一切。今年一月份，瑞威十三周年庆，主题“一山还比一山高”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我们所有人无法出国，瑞威各地。 哦，各地区的领导人各自主办大型晚宴，我们台湾例会也举办了一场万人的晚宴，全球连线同步看公司的直播，而我们的执行总监林文峰先生选择出席台湾的这场，好自己秘密飞到台湾，隔离了二十一天，就为了活动当天给我们台湾人一个惊喜，而全球就在直播着台湾那场晚宴的现况。 好，什么现况？就是总裁亲日颁发瑞国际二零二年的金鹿奖奖项，好，也就是当年度整个瑞表现最优秀的领导人，而很荣幸的那个人就是我。那是我人生中最骄傲的一天，我很珍惜瑞带给我的一切，我以身为瑞人而感到骄傲。瑞公司好，在我面前。 做一个世界级标准的示范，建立了像森林一般整齐、有纪律的团队给我们看。我们每一个人有必要百分之一百的投入进去这个环境，并且在最短时间把你自己的团队打造成今天我所说的主题《孙子兵法·军争篇》里面所说的团队标准：其徐如林。最后。 我送给各位一句话：只要找到对的平台，与他合作，贡献自我，必定会有所作为。我的分享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感谢叶豪的分享。我最近写的一首台语歌你没有写到。 人际专一，哎，有挡块的卡宝。人际专一要有同样的脚步，是的。既然都说好了要在一个团队里面，每个人的脚步都应该要一样，每个人脚步都应该要整齐，才能发挥出最大的威力。而要能够做到严格的纪律是不可以少的。当然，我这里讲的纪律不是别人施加给你的纪律，而是需要发自自己里面的那种自律。 对自己有很高的标准，而给自己的那种自律，真的很感谢燕豪能把这个主题分析到这样好，很感谢他再一次的提醒我们纪律的重要性，提醒我们要去控制自己，要更有纪律。